现在要带小曼去做血清检测，因为要回国了。我们到啦，就是这个叫 Kindness Animal Hospital。Okay, so just well, let's switch. Just read that over, make sure it all looks good. I can change anything. Has been the two babies already, right? Yeah. Okay. 把他们送进去了，然后要等差不多二十分钟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加个油，吃个早饭，然后回来接他。你要吃 Dunkin Donuts？ No， 他们没有 Chick-fil-A 吗？他想问的一 Chick-fil-A。No。No。But I want Chick-fil-A。Later。他已经抽完血了。要再等个五分钟，看一下，我们要去找个 FedEx 把它寄出去，把它寄到实验室里去。Many months later， 我今天把所有东西都收好了，然后现在要往密歇根开，下周要回国了。啊，现在好想哭。我去年八月份。亲自布置了整个家，哎，拜拜，拜拜，波士顿，拜拜。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装好了，总共有六个大箱子，然后两个小箱子，还有两个背包，全部满了整个车，还有这个狗，我们要一起回国啦。你好，离开的时候还能再送，你先帮我收个地。我招手，那个擦玻璃的以为我在跟他招手。我们现在来中间稍微休息一下，因为刚才发现本来要带走的饮料没有拿，然后就过来到加油站买点饮料，让这个小狗子上个厕所。车出好像有一点小问题，要停一下看一下，还有三个小时才能到，现在已经坐到屁股痛。 Lemon 都已经睡得天昏地暗。到啦，我们现在到水牛城要住的酒店，我们住在了水牛城的机场旁边。我们现在要继续出发啦！实验室没有换衣服、没有梳头的邋遢小乖。终于到了，今天连着开了三个小时的车。本来想回兰心，然后吃一个鲜鱼仙，还发现鲜鱼仙倒闭了。现在又没有东西吃，我这支撑着我这三个小时就是鲜鱼仙，然后现在发现没有鲜鱼仙，我好难过。哎，晚饭时间，我好饿。还点了一个盐酥鸡，嘿嘿。现在我们要去做核酸检测，要开一个小时开过去。我们到了，要去抽血。紧张吗？做完啦。现在就等着结果出来上传，然后拿到绿码可以回国了。The next day， 我现在已经 check in 完了。今天一切都挺快的，现在在休息室歇着，还有三个小时才要登机了。休息室人挺多的，不是很想很大声的讲话。休息室9:30就要关门，现在还有半个小时，等一下要去登机口，
10点半才能登机，只能提着大包小包去登机口再等一个小时。太可爱了，偶遇一只大狗。你给他好看表情，一直在那斜着眼睛。这个狗的主人把它给我了，你要跟我走了，因为现在要在登机前去量个体温，所以它的狗主人就去排量体温的队。你就是我的狗了 ，Pepsi。我们已经登机了，准备起飞。Lemon 已经睡着了。我们要先飞到韩国，然后经停2个小时再飞上海。总共要飞差不多20个小时吧。要吃饭了，还有这个狗。Hello。隐形眼镜要干了。滴点眼药水。在这儿吗？我打算一会儿吃完饭，然后去把眼镜卸掉，然后睡一觉，然后下飞机的时候戴我的眼镜。准备吃饭，点了一个咖喱牛肉。我要睡觉啦，希望我一觉起来就已经到了。Later。现在还有2个小时到韩国，准备吃个饭。这是我的早餐。他好着急，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，一直在听各种人上厕所、吃饭什么的。一直偷看我吃饭的狗，妈妈等一下给你吃啊。我好肿啊，但整个人都好浮肿。那完毛的。我们落地韩国呢，他们现在底特律的剧组在下飞机，准备等中国的剧组上机。你就要变成一只中国的狗了，儿子。我们到了，现在要等着海关的人过来上机教育我们下次。